天就提心吊胆啦，就惊彩吼，搁出啥物奥博啊！啊，即下钱摕着啊，吼，我总算是安心啊。哎，是咧惊啥啦？啊，像我拢老神在在，照食照困。嗯嗯，啊嘛，唔知是相公咧想钱哦，想讲失眠呢。系啊。哎、欸，我是咧规划吼，迄工程的细节才想甲袂困的吼。哎、哦欸，啊，不过起码吼。有阿婶吼来斗分担，我以后逐工都会当困较足细啦。看到恁两个好兄弟啊，会当做伙安尼拼事业，真正足好个呢。我相信一切拢足顺利个。嘿啊，恁两个安尼互相扶持，互相相挺，稳稳啊做，稳稳啊好，顺风顺水。哇！我甲小妹两个吼，会甲恁两个监督。哦，啊，两位监察夫人啊。我甲阿仙啊合作哦，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，做恁放心。以后都爱麻烦兵哥多多看看。哎，无啦，我唔忙成果，多多指点。哎呀，不过有一件大事要紧处理啊，你甲库的合约啊要紧签落来啊。啊，即马我的属性水电行都未当签约咧，我是想讲吼，啊，既然仙啊即马嘛加入吼，做伙来做。咱应该吼爱成立一间新的公司。哎，我赞成哦，新的开始有新的气象，我嘛赞成。啊，这间公司吼，都阿仙来挂名。无工程由你开始，当然是你来。哎，无啦无啦，还是你来较好啦，你来较好啦，无来你啦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恁两个查甫人啊，决定代志安尼提来提去，以后是要怎做大事业啦？来，阿仙啊。你工程方面哦，你较熟手，啊，互你来做头哦，上适合啊你。水电的部门真好咧考虑，我是边个协助俩，你莫阁提醒。唉，照你讲哦，我年纪就大你几岁啊，我也是爱来承担啦。啊，不过我即马资产哦，拢叫冻结咧，唔知会有问题也无咧。最简单，请教律师就好。水啦，安尼就对啦，来啦，好是吹落啦，这种挂定啊，对无？好好好。啊！这是公司要何啥名啊？何名我就上看捌啊咧！大家来斗想一下。哦，我收到啊！这间咖啡厅，阮先合作啉咖啡，啊，恁毛工程，啊，无就合作毛工程。哈哈，你来买规矩合作毛名工程。我收到啊！那会当用恁两个的名来当作是公司的名哦。哎，袂歹哦，这个想法真好。嗯，你听我卖哦，李秀贤、杨志斌、秀智，叫做秀智，好不好？秀智红多，秀智这个名袂歹。秀智工程有限公司，秀智科技。工程有限公司，哇塞！你这科技这两字听起有够厉害呢。这就是我需要阿孙阿的道理啦。哎，修智这个名，大家敢有意见？意见。修智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通过。嘿嘿。兄弟，啊，咱的公司要登记对不对？咁个根据你迄个属性水电行业，起来当登记公司啊？我无赞成啦！啊，之前咱公司个登记伫遐，伫咧出代志，而且遮个厝吼是彩虹个，我则无爱甲伊有牵连嘞。无，我则会用一下，规期登记伫遮，咱个公司设伫遮。好，就安尼决定，吼！啊，大家敢要搁有意见？嗯，无意见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我有一个请求啦。讲，啊，都，恁若是欠债的时阵，是不是当找我？啊，你这无想要搁做啊？无啦，我是等临到去排休的时阵去啊，我想要加赚一寡啦。家己的未来的门生，想要加赚一寡，当然是无问题啦，啊，我袂亏待你。啊，唔多，啊唔多啥？我要先跟你约法三章，啊！你头一摆哦替我处理工地就摔落来，
我对你这方面的印象真歹呢。哎，这过去的代志啦，我会改进的啦。该挂的安全锁都爱挂，你的安全哦，我替阮小妹挂了。多谢大兄。什么大兄？多谢兵哥。嗯。多谢游荡的。哎，啊，经过这么多难关呐，啊，你关关难过，关关过，啊，我翻身的机会哦，总算是来啊，这摆哦，我一定要好好啊把握。阿仙啊，爱麻烦你啊，林哥，别麻烦你啊，为着咱的亲人甲家庭，这局咱来好好拼，好好啊拼，好好啊拼。好好拼啦！走大路赚大钱，首智科技工程有限公司，发啦！发啦！耶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干杯！我挂了。好。耶！哈哈哈！好，拜客气了，拜拜。欧巴。